Hello， 大海元鹤。那么本部视频给大家一期这个直播时候的一个素材，当时大家看到了啊，使用的枪械的话也是一个王者岩蜥，这把王者岩蜥的话是号主花了3000块钱抽到的啊，他是花了3000抽到的，就是一把价值3000块钱的王者岩蜥能有一个什么的发挥，下来给大家看一下啊，两发爆了一个头，我这时候选择中路直接来到他家前。这时候其实想着 A 包点，这时候肯定要回防过来了，哎，在等他家回防的，回防这时候想着听一下脚步，这边也是没有漏，我想着去拉一下这边，但是队友被打掉了，啊，队友也是不掉，看了一下 A 通，拉过来直接一发，其实说白了，大家有可能有该问我了，这个王者岩蜥和那个王者贼有啥区别啊？如果你要这样说区别的话，可能就名字和这个外观上的一个区别了吧，对不对？就看你喜不喜欢那个外观了。你如果喜欢那个外观，那你可以去抽，对吧？你要不喜欢那个外观的话，可能它就没有王者之心就那么香。但我其实我个人感觉，那火麒麟加上改这个更改颜色之后也挺好看的，是吧？把这个火麒麟改成一个全部的猛男粉也是挺香的。就是大家看喜不喜欢，说是这些枪械了，我个人感觉是一样的，我个人感觉是一样的。因为毕竟官方不可能说是为了出一个一样的枪然后两个弹道，是吧？不可能是这样搞的。好了，这局也是选择了当我们当他保卫了，当保卫之后的话也是这边中路直接前顶，比较喜欢拿狙击直接前压中路啊，就是基本上是这个流程。中路第一时间开镜直接拉他大口，一般大口的话会有这个对狙的，对不对？像这种在大口的他们给你去对，这样的话就看你的一个反应和拉枪了。然后这边大口切完之后，队友也到了 L 点，那么我这个时候需要看的点就是他家大口以及 A 大这边，但是 A 大这边发现第一时间没有，我想着会不会从 A 通出来呀，然后队友也是非常 nice 的一个二连杀，我这局五杀没了。我个人觉得担当保卫的时候啊，拿狙击中出是比较有优势的。你看这一局能不能再定个小点目标，比如说这局没杀三个是吧，就直接开镜拉过来，哎，第一枪没甩到人，那么他肯定会出来找我，虽然说对面封烟了，但是我只需要架点等这个红名就行了，是不是？虽然说对面有烟雾弹，但是瞄红名就可以了。那么这个时候我来到他们家大口右手边是有个狙击的，因为最少我看到了，啊，也直接秒掉。那么之后看一下 A 大道没有，看一下他家队友的话也到了他家，然后另外队友到凉亭这边开枪，我想着拉过来，啊，也是有点马，顺一枪没顺着，手枪还没打着人家，人体瞄边的那一局。然后觉得那个狙击就算了吧，还是搞一下 AK 吧。其实我现在 AK 基本上不玩 AK 了，为啥呢？不玩 AK 了，就假头太多了，真的是。不是说我不喜欢打 AK 了，兄弟们，现在我也是很喜欢打 AK， 但是唯真的就是因为他这个假头太多了。打包包的时候，每一局我基本上都能打出来一个假头，所以说太搞心态了。不是说不喜欢，也不是说不想玩了。哎，就是假头太多了，所以说现在用 SK417多一些，然后偶尔为了上分的话也是使用这个 M4 啊，毕竟打 SK417 打头多了，假不是假头了，小黑屋嘛，对吧？小黑屋常客，我是小黑屋的 VVIP， 超级 VIP 啊，天天进，天天进。这局的话也是一发秒到一个之后的话，我一看这个上面变成那个残局一打四了，变成，然后这时候小道秒了一个啊，然后二楼停了脚步。一个压枪扫射，这时候想着预判他会从楼梯拉我，好的，秒掉，先往二楼拉，哎 ，nice， 这算一个残局1v5吗？是不是残局1v5啊？队友这时候打了点666，哈哈，闪退吧，可以可以啊，也是一个五杀，这时候队友说大佬，然后我记得还有一个人说大哥大，队友也是挺好玩的啊，比分那么我们这时候来到了一个4-4啊，大哥大。大大的出来了，我说电话都整出来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家里边两个大哥大呢，现在也找不着了，估计当垃圾扔了吧。好了，中路也是直接前顶，必通顶了到他家中路。大口这边发现有两个，啊，后边有一个的话想打平江秒了他，但是发现没有去漏了。二点队友也拉过来 ，nice， 又是一个必通的前顶三杀，比分这时候也带来到了5-3，非常的快啊。其实我个人感觉这个王者岩蜥的话外观还可以，但是没有说是那么的惊艳，
如果是大家喜欢的话啊，对了，这个为什么给大家做一个这个视频啊，就是这个小片段大家看到了吗，我中路换枪，然后再加上我跳窗口慢了，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反面教材啊。刚才那个小片段，就是如果是你第一时间靠近大窗这个位置，靠近窗口位，哎，你可以去选择中路去潜顶啊，就像刚才前两局是的，用狙击直接架他压大口开镜。但是如果是你的位置比较慢了，或者队友在窗口挡了你一下，或者你换枪慢了一下，就不要再出去了，对吧？那个反面教材大家看到了吗？第二时间过去，人家那个狙击已经架好了，我从中路还没刚要拉下去，对，被对面直接一发打掉，是不是？所以说反面教材大家要注意一下。大家还记不记这个位置啊？前面上个赛季的吧，应该上个赛季拿 AK 跳起来空中一发锁了，当时给我都惊了。那么这边也是给大家说一下我这边也是每天的中午12点到下午的5点会在虎牙直播，大家也是可以通过手机或电脑打开虎牙直播之后，直接搜索我的名字杨鹤，就可以找到我的直播间。大家也是有什么问题可以来直播间沟通聊聊天的吧，可以捧场一下。然后每天在直播间也会发放这个红包，最近也是在抽这个各种手机和显卡啊，大家可以来直播间捧捧场。还有左下方的QQ号313218，大家也可以添加一下。我们视频来到结尾了，希望大家点一下关注和订阅。一波压枪扫射，直接带走20个币，20个直接结束了。好的，感谢大家观看，下期视频再见，拜拜。到了枪有个事怎么上？